哈利路亚，各位安哥安弟弟兄姊妹，欢迎你参加咱咱建信进行教会的福建的线上主会。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人拢伫咧欢迎你。我人代表我人主任牧师，就是我人的邝伯乐牧师，甲我人副主任牧师邓英的牧师，欢迎你参加咱咱的主会。真正好，今仔日咱咱各位通斗阵伫咧线上来俄罗敬拜，好不好？这点声，咱咱伫厝内，咱咱徛起来。咱人来做一个祈祷，然后进入这个敬拜，将敬拜献乎咱人的上帝。来，即个咱人来阿头做一个祈祷，主，我人感谢你，真正欢喜，我人可以通做阵来俄罗敬拜。主啊，我人要以喜乐的心，以敬拜的心，以尊重主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来俄罗敬拜你。主，我今仔日我来敬拜，讨你喜悦。安尼款诶，感恩祈祷祈求是奉耶稣得胜诶名求，阿门。是啦，好不好？来，提出来，你家叫掌声。来，咱咱即句要来俄罗敬拜咱诶上帝。爱记啊，咱咱提出来，咱来跳舞啊。哈利路亚，来俄罗主。哈利路亚，来俄罗主。哈利路亚，来俄罗主。哈利路亚，俄罗亚所爱主。我向我的主行起双手，向我的主跪落敬拜。我向我的主行起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俄罗主。哈利路亚，来俄罗主。哈利路亚，来俄罗主。哈利路亚，俄罗亚是我的主。我向我的主行起双手，向我的主跪倒敬拜。我向我的主行起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俄罗主。嘿，哈利路亚，来俄罗主。哈利路亚，来俄罗主。哈利路亚，俄罗亚所爱主。我向我的主行起双手，向我的主跪落敬拜。我向我的主行起双手，向我的主敬拜。我要真心诚心来敬拜我主，我要一世我来俄罗伊。我要真心诚心来敬拜我主，我要一世俄罗伊。因我的心是伟大的心，伊配受给我俄罗。因我的心是伟大的心，我要真来来俄罗伊。我要真心真心来敬拜我主，我要一世过来俄罗伊。我要真心真心来敬拜我主，我要一世俄罗伊。我的心是伟大的心，伊配受给我俄罗。因我的心是伟大的心，我要亲爱来俄罗伊。我要真心真心来敬拜我主，我要一世我来俄罗伊。我要真心真心来敬拜我主，我要天天俄罗伊。因我的心是伟大的心，伊配受给我俄罗。因我的心是伟大的心，我要亲爱来俄罗伊。我要亲爱来俄罗伊。我要亲爱来俄罗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让咱拍掌。哈利路亚，是啦，伊是配得咱人俄罗敬拜神，阿门。是啦，主，我人感谢你，好，我人会通用了喜乐的心来俄罗敬拜，咱人去作为伟大上帝。结果咱人也要来用了这条诗歌真爱来到咱上帝面前，因着伊爱，咱人靠材料伫伊的面前来唱诗歌，来结果咱人来唱条诗歌。生命中，我
的日子怎样啊过？主耶稣，我爱你，真心真意不是假。为你寄望，甲你来做伙，心内只有耶稣你一个。主耶稣是我孤单中的避难所，我的脚步，伊的保守看顾。主耶稣是我孤单中的避难所，伊的恩典我面前的路途。主耶稣，我爱你，真心真理不是假。若无你伫我的生命中，我的日子怎样啊过？主耶稣，主耶稣，我爱你，真心真理不是假。每日祈祷，做伙，心内只有耶稣你一个。主耶稣是我苦难中的避难所，我的脚步，伊的保守看顾。主耶稣是我苦难中的避难所，伊的恩典我面前的路途。主耶稣是我苦难中的避难所，我的脚步，伊的保守看顾。主耶稣是我苦难中的避难所，伊的恩典我面前的路途。伊的恩典我面前的路途。主耶稣必然引出你头前的道路，好不好？这点声，咱人也要将咱心放安静，来自上帝面前。咱人搁一摆要来依照诗歌来俄罗敬拜，因伊是迄一位信实的上帝，来安静人的心。Bye.
地里平静，我的灵听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地里平静，我的灵听好听你的声，我的牧者心所定，放下家己，给你引转。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救我。有你引转，我拢总袂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下我。我一生，我你眼睛的家，你是心事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救我。有你在，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下我。因我一生，我你的记忆。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袂放下我，永远一生我你的指定者，永远一生我你的指定者。哈利路亚，是啊，伊是迄一位信实的上帝，好不好？咱来掌声来到伊面前，哈利路亚，伊就是咱来搬救，是咱来盾牌，好咱咱袂有惊吓的上帝，哈利路亚！主，我来感谢你，好我来通同心同意来伫咧俄罗敬拜你，主，我来知影，这个敬拜会脱离虚假，我来感恩祈祷，从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是啦，感谢俄罗主。所以真正欢喜，咱可以到阵来俄罗敬拜，以及故就是咱同心合意来祈祷的时间。过几日大概中昼十二点，咱来要用就是时间来祈祷啦，是啦，感谢俄罗主。即久咱来要为着咱人的新加坡来祈祷，因为即久开放，真正最地方也已经开放了，了真正最即个境外出入的即个人，所以咱人祈祷新加坡原有原是何主会来祝福。了，并且为着咱来教堂、咱来教会来祈祷，因为咱来教会也已经开放，好真正侪人会使来教当中来参加这个主会。咱来祈祷，每一个人愿意搁一摆来到圣殿来虔心、来敬礼、来俄罗敬拜好上帝，也求主的保守看顾的人，好不好？当我算三声哈利路亚，了，咱来同心祈祷，好不好？我也算了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咱来开声来祈祷，卡拉巴西安达拉巴，起来使用着你的方言，开始用着你所习惯的缘故来祈祷。就咱要为了新加坡祈祷，主君来知影，新加坡即久已经渐渐的伫咧开放了。主君来知影，这个境外出入境的人也主来主罪，主来感谢你，和咱人啊，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人会使去到这个列西亚来去探亲，开始人来去看伊人的家人。所以主君的保守新加坡的社区的感染力会主来主给，我能宣告有耶稣的看顾，这个感染的率会愈来愈少，并且主咧看顾每一个出入境的人员，让人有主的保守，让人远离这个病毒，让人无论是出境还是入境，拢总无带着这个病毒离开，还是无带这个病毒进来。因为耶稣，咱人每一个行民，拢是你所喜悦，拢是你所听的。奉耶稣的名，主咧保护加靠每一个人，尤其是新加坡内边这个社区开放的点声，也有主的带领，让咱人的这个政府。有用到更加好的这个地位来带领新加坡来胜过这个病情。虽然这个时间这个病情当存，但是主君来知影，阮人必然会得胜，靠着耶稣的名得胜，并且为了教会每一个来参加的会友来祈祷。主，你让咱有一个心，有一颗合一的心，来到家堂来俄罗敬拜，让咱使带着平安。
带着无惊遐个心来到这个至圣所来俄罗敬拜，因为咱上帝是看顾的人个上帝，主耶稣主日来锻炼咱人个教会，朝向这个社区，朝向这个新加坡内边，会使来为主做盐做光，也求主祝福我来教会，我来每一个团队的牧师，甲我来主任牧师，甲副主任牧师，也祝福每一个会员，甲每一个同工，阿你看来感恩感谢祈祷从耶稣得胜也求。阿门阿门，是啦，感谢阿罗主，真正欢喜，同心敬拜，同心祈祷啦。即个咱人也要进入另外一个敬拜的时间，就是奉献的时间啦。所以，即阵我相信，即个奉献项目也已经放伫你心了。你来看即个屏幕这头有两个 QR 码的格，就是变老的格。即个红色的，就是咱人日常的十一奉献。了解蓝色的格，就是咱那个宣告信心的奉献，就是无论是新加坡还是国外，咱人不会使来帮助、来祝福着，也即跩需要的人。了解下卡即个网站知道，咱人也有即个每一日廿四点钟会使来进行即个奉献的。所以好不好？你准备咱人即个奉献心，咱人来祈祷，将即个奉献交托好，咱人会主耶稣爱记啊，即个。QR code 啊，这个红色的蓝色的格啊，你用手机扫描点声，你手机爱有银行的程序哦。那是无，你先去到这个网站之后来做奉献，来即句，让人当心，来将这个奉献来祈祷交托给让人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你，你甲我们讲施比受各位有福，好今仔日我们奉献会通脱离虚假，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来夸张上帝的国度。主个人甘心的乐意是安尼款，会真正欢喜，因为主这个是祝福个人，好个人会通透过你祝福来祝福着有需要的人。个人安尼款来感恩感谢祈祷是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是啦，感谢阿罗主。当你伫咧继续伫咧做这个奉献的时候咧，咱人有这礼拜有四个报告。咱人头一个报告就是福活罪的主会。你看到在下礼拜将是一个真正特别的主会，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人恢复什么浸泪的主会啦，就是有人来洗礼。那人将在以下实体的主会，在主会吼，在这个出爱中心，那人出爱中心举行这个浸泪，就是在拜六暝七点半的英文主会，然后在礼拜日早起时十一点半的华文的主会，那人有这个浸泪啦。然后下礼拜华文的主会吼，那人需要预订票，因为下礼拜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那下礼拜华文主会需要来预订这个票。了解，迄个就是下礼拜英文甲华文的主会吼，将会优先吼保留好这个受浸者，就是讲爱做洗礼，伊会继续甲伊会继承成员个小组的朋友来出席的啦哈。了解，记啊，爱去订票啊，就是下礼拜华文甲英文这洗礼特别的主会爱有订票。了，主会门票伫拜五下昼十二点吼，也是有村里人就开始吼开放吼每一个会员来预订啦。了，下一个拜六无有青少年主会的现场的直播，欢迎咱青少年的朋友参加，咱咱其他的主会。了，福建主会吼，咱咱有现场，但是咱咱无需要订票啦。你若是爱知影更加多的这个详情吼，你也使去到咱咱 FCBC 的这个网站里头来去查看更加多的信息。那人第二个报告呢，就是那人受圣餐呐。那人将伫下礼拜吼，就上伫咧受圣餐呢。所以那是讲你参加这个线上聚会，你伫厝内底准备好这个饼，加这个杯。那是讲你一个人，你就准备一份；那是讲你有家人的，你就要超过这个一份呐。那是讲三个人，你要准备三份，你就爱来先准备好。爱记下礼拜是受圣餐。你若是讲下礼拜你来这个实体聚会去。你伫即个入来即个厅内边个点声，我人就会予你一份即个饼个杯，伫即个材料来收即个圣餐。啊，伊下礼拜是收圣餐下礼拜。了，这个是第三个报告。第三个报告就是咱来教会每一个礼拜的祈祷会。来，你们拜三个教会的祈祷会，只是用英文来进行的。你通伫每时七点九个字，就来到咱那个 YouTube 的频道之道来收看即个每一个礼拜。一祈祷会直播，以这个每一礼拜祈祷会将伫每时八点开始进行。鼓励你来参加，那是要讲英文、听英文的。鼓励你来参加这个每一个礼拜，诶，每一个拜三诶，这个祈祷会。好啦，即句咱人要来讲的第四个报告，就是第四个报告，就是咱人坚信、坚信教会鼓励什么，会有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十四天诶
金甲祈祷啦，对不对？你看下这个屏幕知道，那人的主题是听目睭仰望耶稣。那人在这个进行十四天的这个金甲祈祷里边咧，那人会维持什么？四月四号到十七号啦，就是讲到下礼拜复活节迄一日。然后在下开到有两个晚上，你才可以到来下载那人这个祈祷的指引啦。里边有跟那人讲，那人祈祷的这个教导，加这个指引，和那人安怎样来做这个金甲。阿们，也鼓励你最近参加这个十四天的金甲祈祷会。是啦，四个报告完毕，这个是听神的话语的时间。也感谢主，今仔日我会使伫台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真是真正感恩的。并且，咱人伫咧准备这个讲章的点声，这个信息的点声，头一个第一处的就是我人本身家己啦。因为你伫去看这个资料，你伫看这个圣经，所以当你伫咧切伫咧做点声吼，哇，我来知影，亲像上帝是咧对咱人讲话啦。阿门。是啦，感谢罗主，真的感谢上帝，让我可以再一次分享上帝话语。并且咱也知影，第一个礼拜咧就是什么呢？就是受难罪，加什么复活罪，对不对？所以咱人爱来思想这个节期啊，这个受难罪加这个复活罪，对咱人是有什么款的意义？所以咱人会教会的讲，哎，咱来放忙这个脚步啦，停落来思想耶稣。为那人所做一切，就是受死加这个复活的意义。所以那人看这个屏幕上，第四月四号到十七号，这十四天来屏吼，那人教会鼓励会友十四天的金甲祈祷。头先那人有报告到了，就是讲主题就是这听目睭仰望耶稣啦。并且那人是讲，你爱用了这个指引呢，在这两个文章里头吼，你会使拿长人加红毛的指引，这个为就帮助那人金甲祈祷。所以教会的准备了这个简单的指引哦，盼望咱人过一段什么有意义的什么金甲祈祷的时间呐，并且在这十四天内边亲身经历上帝一大能。内边有讲到什么呢？内边有讲到咱人金甲的方法。所以这句咱人甲咱人每一个福建的主管讲，咱人金甲的方法有几哪款？头一个是咱人要来完全的这个金甲。第二四点钟内边无食固体会食物，加啉这个水，只是啉白滚水嘞。这个固体会食物是啥物呢？就是像这个米，开始饭啦，开始米粉啦，果子啦，核啦，肉啦，卵啦，这些叫做固体会食物。然后这个饮料呢，就是讲糖水啦，这个果皮、麦露啦、果汁，这个叫做水。所以这个完全禁食的，就是讲什么物件啊无食，那只是什么啉白滚水啦，无食固体的食物加饮料，只是啉白滚水。第二个呢，就是一部分的禁食，在一日的一段时间内边无食固体的食物加饮料，亲像对早餐到下到顿的时间你禁食啦。然后第三个就是禁食一顿，就是一日。禁食一顿，亲像咧在禁食下晡顿，开始禁食面顿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饮料的禁食，就是你无食这个固体的食物，点啥？只是用白滚水，开始用果汁、牛奶，开始其他的这个饮料来代替。然后一个就是蛋以里的禁食，禁食这个肉，甲家己自家食的物件，只是食少少的一跩菜，开始果子，开始果汁。这个就是蛋以里的金甲，所以以上的这些金甲的方法，你才拣一个适合你的来做金甲。但是要注意哈，要注意啊！伫咧，请伫咧金甲的时候吼，你要观察家己的状，即个健康的即个状况咧。就是以食物金甲的时候吼，那是你以金甲食物的点啥，你家己无舒服吼，你就要停止吼金甲哈，并且去什么寻求即个医疗的合作咧，就是要去。看先生啦，看老君哦，所以你禁食，那是禁食食物的，那是有啥物无舒服，你就要停落来。然后除了这个食物啊，你也使选择进行的某一跩吼，占掉你的时间的生活大部分的时间的事啦。亲像你也使用到一跩，活动，确实这个爱好就是我的暑假的物件，亲像看电影啦，用手机耍电话啦，开始耍游戏这款，你也会使禁这块。除了禁食食物，你也使禁止这些物件。了，过另外一个吼，就是讲，你要如何来享受这个禁食呢？要如何来享受这个禁食的时间呢？每一日用着一段的时间，以禁食祈祷来寻求神。
那咱建议吼，教会建议，那咱至少用了十五分钟。那是你有材料坚持更加长的时间呢，就请继续啦吼。然后第二就是当你伫咧厝内，你伫咧做工的场所，开始伫咧学堂进行这个日常，诶，这个活动时间，爱有啥物？有一个祈祷的心态，爱有一个祈祷的态度啊。金家不是讲，哎呀，金家安怎去？爱有一个祈祷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那是你以食物金家，你也会通考虑到减低你日常的这个活动量，就是讲确保咧，爱确保你家己有一个充足的休息的时间，避免你做过头出力的运动，亲像去跑步、去走啦，开始打卡拉车之外。所以那是讲你真的是金家，你就爱保持有充足的休息。是啦，这跩就是甲咱人讲到，咱人爱禁食祈祷的方法，就是准备什么呢？咱人爱放慢咱人生活的节奏，禁食就是要用到这个时间来祈祷，并且这个禁食祈祷最终的目的是，让咱人的目光啊，就是咱人的目光吼，对咱人家己甲这个世界转向什么？转向咱的心。十四天的禁食祈祷的主题是定下目睭仰望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呢？做一个寻求神的人，做一个寻求神的人。我们的目光要对自己和世界转向神，听目睭仰望耶稣，做一个寻求神的人。来，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节耶利米七十九章第十三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再读一次，你们寻求我，那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来，咱来阿头做一个祈祷。亲爱主耶稣，我能感谢你。主啊，求你来温故我的嘴，和我今仔日所讲的话，是透过圣灵爱加会众，每一个看这个信息的会众讲的。祝福人听到这个信息的点声，福人会通成为一个寻求神的人。福人会知影这篇信息，福人听了点声，不单止会使听出来并神来教导的。也可以人有材料活出神爱人做的。主管今天听这篇信息的会众，会通打开那耳，打开那目睭，打开那心灵，来接受耶稣今天所爱放在人心中的这个话语。主管感谢你，安尼款的祈祷祈求是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是啦，感谢阿罗主。头先讲到这个耶利米，讲你人寻求我呢，那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嘞。那人寻求上帝吼，唔是讲我有缘卡来到上帝迄头。那人是专心伫咧寻求，那人嘅心，所以那人伫咧专心专意，唔是那人虽然到了圣殿，但是那个心佫是伫咧外边啦。人来找上帝，但是心佫伫咧思念另外一项嘅物件。那人只爱啥物？专心一意嘅去寻求神啦，爱记啊。将心思意念完全放在神的身上，无搁再有甚物事比寻求那个神搁较重要，也无有任何的人、甲事、甲是任何的物件比神会搁较重要。神显然是超越一切，在咱的心中爱有甚物头一个位的一点。那是咱人将神放在咱人的头一位呢？我跟你讲，咱人放在咱的生命中一切的事上，安尼。那人转心寻求神的人就必寻见，并且圣经跟咱来讲什么呀？注意听，寻求伊的人是有福的嘞。来，咱看诗篇一百十九篇第二节，讲到遵守伊的法度，一心寻求伊的，这个人便为有福嘞。是在讲什么？一心吼，就是你专心寻求伊的人，这个人就是有福气的嘞。但是呢，有偌济人寻求却是枉然的。原因不是别个，就是因为什么？伊人不是一心一意一直咧寻求人人的心。来，咱看何西亚书第十章第二节，讲到什么呢？伊人心怀良意，现今必定为有罪咧。心怀良意，也就是三心两意的人啦。现今必定为有罪。你看哈，头早讲到，那是你一心寻求伊的人吼，你是有福的。那是你三心两意的，现今要定为什么？有罪嘞。所以一家己真正简单，一有福，二有罪，你爱更多的一个嘞。所以讲，咱信徒，咱基督徒，尤其是咱基督徒，唯有将咱的心归向，咱来主，
专心专意的投入来寻求。那是你伫这条路继续的寻求，继续的寻罪，那咱要认捌神如来如罪，只有安尼款，那咱这人才有才来得到上帝祝福。那是我问你，伫你的一生当中哦，你上爱追求的是什么物件？我即句问你啊，伫你一生当中，你上爱追求的是什么物件？什么是你一生中上渴望到的呢？你上渴望到的就是金钱、权力、名声，还是什么？你是不是认为你得到这些你所爱的、你所渴望的呢？你的人生就会满足，就不会有后悔了。会不会有一些人骨力的在那找、在那堆自己的梦想和理想，他人用到一生的精神和力量去找，但是他人有缘无办法找到，一个佛教的人自己真正无奈。各位，好，我跟你说，不管你心中所想的是什么，那是你没有神啊，你是不可能得到的。你将会陷入这个失望的里面，你会自己无限的失意，并且会忧愁，因为你存了上大的骨力和时间要去找，几乎找到了，亲像你抓到了，但是它又在那里打磨去找失了，就亲像水那样，你永远抓不到的，你没材料拥有它，因为它会在手旁呢老掉。那是你不相信，你才去找糖水，然后你用手去抓这个水，你看你有材料将这个水放在手无？这个水会对你手旁流入去，流掉的。那是你用两只手给它举起来，它本是会对你中间的手旁流入去。我是跟你说，你去拿这个水啊，不是叫你这句去啊，你不要说，哎呀，机会来了，本来听到牧师说可以去拿水，哎呦，我赶紧走了，去厕所一道，去到一点钟后才倒回来，没，我是说等一下，这个信息完的点声，你才去试看看，看你有材料将这个水拿放手吗？没。所以你说，有的人追求的就亲像这个水这样。那他一生中，一个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最终呢，却是什么？一无所有，亲像这个水这样，你拿放手，最后呢，你天开的手，这水无去了。连伊有一件事是你会通找到的，这个我会使甲你 guarantee， 甲你足足，你定着找到的。来，咱人来看这个亚利米书廿九章第十三节，伊讲了啥物？你人寻求我，那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个我会使甲你保证的。那是你专心来去寻求上帝，上帝必定予你找到的。这个就是亚利米书第讲到上帝讲的，伊讲上帝讲。你人寻求我，那专心寻求我，就必寻求。你爱无？你爱无？那是你专心寻求，你必定有材料得到。凭借这个吼，未怕无去的，这个就是这就会全能慈爱的神。世间啊，从来无有一个人甲一件事吼，有材料比上帝更加会通吸引那人的心，叫那人去寻求伊的。所以今仔日，那人要来向一位在古约里面、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君王，就是希西家王、希西家哈、希西家王来学习。伊是一位忠心尽职，并且尽心尽力办事的一位王。来，那人来读《历代志下》三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希西家在犹大遍地占有半地，行耶和华伊的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伊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伊的神，拢是尽心去行，未无亨通，就是无不亨通，就是未无亨通。意思就是讲凡事拢亨通。今仔日，咱若要对这个历代看，历代之下看这位不兴起以色列全队率领复兴的这位伟大君王，就是希西家。我就甲咱讲到希西家的这个背景。希西家的父亲哈亚斯是一位背逆上帝君王，因此在希西家，伊甘甘做王来统治这个犹大国的点声，无论是这个政治，还是宗教顶面，拢真正黑暗。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因为北国以色列被这个亚述吼攻灭，亚述王也趁着这个机会爱来攻打这个犹大国，但是
又是犹大的先王，就是亚哈斯，伊把什么呢？封锁了什么？这个圣殿的路，无何人去敬拜，何到全个国家隆重地拜偶像，大大的得罪了上帝。那不是上帝怜悯，为了坚定向大卫的家所讲的应允，我跟你讲，犹大国早就已经什么灭亡了。希西家伫咧做王，啱啱做王嘅时候啦，伊嘅国家吼是真正危急嘅时候咧。由于伊见耶和华上帝眼中看为正嘅事，因此伊就得到上帝嘅怜悯，得以成功而脱离这个犹大军嘅攻击哦，加一场伊即死嘅一个大病。伫迄点声，伊真正乐意听耶先知以赛亚嘅教导，好到伊为上帝。大发热心，伊家百姓做阵守，包括做家其他节日，这是伫历代志下三十章里头讲着。伊也带动了关于这个献祭、祭司的职务、甲圣殿工作的其他的物件，伊来改革一排，好让人有才来到圣殿来敬拜。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看以色列诸王来宾的历史吼，其中上。有可能就是上出色的，并且唯一有才能获到全以色列带来上属灵的复兴的君王，就是希西家、希西家王。由于希西家伊真正组织的带着这个百姓重新敬拜上帝，并且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伊和犹太人认定为一位好的君王。来，咱来看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一到第二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子希西家、希西家登基。伊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这个就是讲到希西家伫咧伊的父亲过身之后，伊来做王，成为南国犹大的第十三任的君王。伊做王的点声，伊跑了二十五岁咧，并且希西家也是大卫王的后代。来，你看《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节，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伊的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你看到五十二道讲什么？伊的祖大卫咧，希西家是一位杰出的好的君王，伊暗暗的信靠的耶和华，伊从来行耶和华看为对的事，伊一直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当伊一做王的点声，伊就大发热心，复兴各样的敬拜耶和华的正确的安排。唔只是伫即个犹大的国内边咧，伊也伫全以色列安尼款来做。伊要想伊先做，就是大卫王安尼款，谨守耶和华的正道。圣经讲到啥物？伫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五节，希西家瓦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伫伊前后的犹大列王当中，无一个及伊的，就是无一个赢过伊的咧。所以你看，咱那边怎样？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和这个亚述消灭了几那年，百姓死也死，丢脸也丢脸。当时这个主持人的点声，偷偷的点声，能够伫咧笑希西家王咧，因为伊人的国已经破了，家已经亡了，伊人对神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无信心了。但是希西家最后却是成功的组织了所有的人来到圣殿。最定来敬拜神，可见伊是一位真正坚定并且有能力的君王，伊是真的是忠心的、尽力的、尽责任的来去做。所以今仔日，咱人要来伫希西家身上学习两个真正重要的功课，来互咱最定来学习做一个寻求神的人的态度来，一个专心寻求神的人，伊凡事拢会尽心尽责任做到上好。当希西家。做王的之后，一头一件事，伊就是爱拍开圣殿的门，洁净圣殿，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你看，你在记下廿九章第三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伊讲了开了耶和华殿的门呢，重新修理。这个不是讲是什么开门做生意，安尼讲简单。你也知影，这件事实在是真正艰苦的工作，因为希西家的父亲。哈亚斯，伊是一个恶劣上帝的王。哈亚斯伫咧做王的点声，伊个人伫这个圣殿内边吼拜偶像咧，
哇，意思呢是将这个圣殿哦，冲到乌烟瘴气，就是垃圾垃圾。所以希西家打开圣殿的门，第一就是什么？洁净这个圣殿。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四节，伊讲的什么？伊回去这段，甲会派这个雕像、长老、这个柴偶像，打碎摩西所做的铜铸，因为在那时候以色列人仍然向铜铸烧香。希西家叫这个铜铸为铜块，就是一块铜呢。希西家一做王之后，看到全国各地充满了这个巴利加亚斯他路这些污秽的偶像的崇拜，上帝圣殿已经不像是圣殿了，已经是乱七八糟了。并且远在几八百年前，摩西所做的这个什么铜铸呢，也成了这个偶像，他们来拜呢，他们来敬拜。所以他要打碎摩西在旷野所做的这个铜铸，因为这个是历史在这里面的一个象征。但是他的作用已经转化了，成了以色列人的什么半卡脚了。这句的百姓已经早就忘记了摩西的律法，反而向这个铜铸什么烧香献祭。所以希西家当伊做王的这个元年正月，伊组织一切的这个祭司，甲这个利未人开始什么除掉一切的偶像，原作为纪念的铜铸，伊也锻炼的来甲伊除掉，伊恢复原来虔诚，一直咧敬拜上帝的崇拜，伊是真的下落这个决心。伊总共用了十六日的时间，锻炼一批这个祭司利未人，先将这个圣殿洁净啊！一头枪做的就是将这个圣殿洁净。来，咱来看这个圣经，历代志下二十九章十七节，对正月初一日洁净去，初八到了耶和华的殿，这个朝拜龙用八日的时间的功夫来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这圣殿伊就用了十六日的时间来改除掉一切的偶像，来洁净这个圣殿。然后希西家又过召集北国迄跩已经亡国的后代，失去信心加绝望的百姓都回来。这里又是一个真正坎坷的事，因为真正侪人伊拉唔肯回来，甚至有人伫咧笑希西家讲：耶和华，伊都打袂过这亚述啊，这个王啊，西拿之力而来打输伊咧，你可别来拜伊啊，你可别来拜耶和华。有的人就笑伊咯。你看，伊是结果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圣经讲到，当伊人要烧这个燔祭、这个牲畜的时候咯，祭司的人数什么少啊？牲畜真正多，献祭真正多，但是这个祭司真正少啊，伊人做不来。可见，伊是结要恢复这个敬拜上帝，真的是爱经历真正多、真正多困难。安尼。既然安尼困难，为什么希西家伊个是咧有缘的继续的特别咧敬拜神呢？答案真正简单，因为伊认不神。希西家认不神，伊知影那是无有神的同在、灵力甲帮助，可以家己是无有办法带领这个国家。所以无论偌艰苦，希西家拢忠心尽责任做甲上好，将这个圣殿装修还好。伊家己有了这个圣殿呢，凡事呢拢有这个保证，因为圣殿是真正重要。圣经也好，咱看到，希西家几那摆真正大的危机，伊拢来到圣殿寻求神，来祈祷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侪时候，我听到一跩弟兄姊妹，伊人个生活顶面拄到一跩困难。伊人头前选择的是放弃什么？当伊人遇到困难，伊人头前放弃什么？就是放弃寻求神、亲近神，这个是真正可惜的。有一跩弟兄姊妹，早起时伊无材料，早起来，哎，卖做灵修啦，卖亲近神啦。有些是为着子孙无闲，哎，无时间，无闲啦，又无亲近神。了有诶就讲，哎呀，身体无舒服，卖来教会了。是，即句是即个疫情诶问题。
那咱无材料来教会，无舒服，你莫来教会。但是伫以前呢，确实即以前好咧，点啥呢？你个会淡薄无舒服，就无来教会无。我捌听过有诶弟兄姊妹，我人叫伊来教会，伊也甲咱报管，甚物伊报管即个何家？何家真诶是无代无志，何人冤枉？我讲一个例子互你听：天时炎，教会二点半，你叫伊来。哎呦，牧师，天时安尼多啊！我着去何家出门咧，真麻烦咧，牧师。那有诶讲，牧师，你看天乌乌，要落雨咧。过来，何家出门真麻烦呢。你看，何家无带无志，就何人做了什么挡箭牌啦？你莫来，就讲莫来，莫用安尼做理由。各怨天，各怨地，日头炎，天时热，佫有甚物？哎呀，爱落雨，佫怪何家麻烦。所以你讲，这个就是甚物呢？总共就是讲，有真正做的时候，那人随时选择的就是甚物？放弃甚物？放弃清净心，那咱真的是要来向这个施洗者学习。施洗者会知影问题愈大，就表示那咱愈需要清净，那来上帝。因为施洗者寻求神，一定不神，一定定知影神必然会通解决伊一切的问题。用这个主，当这个亚述的大军吼灭了北国以色列之后，过了几年，伊又要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梁志下第十八章讲到，带领这个军队的这个将军吼，亚述王的军长吼，拉伯沙基，伊真正会知影这个心理的战术，所以伊为啥的时候呢，伊就讲了真正最歹听的话，伊个辱骂希西家，甲辱骂什么呢？耶和华神呢？你知希西家安怎做呢？伊立刻又来到圣殿吼，伫耶和华的面前吼，上帝的面前吼，将这个亚述王的皮拍开。伊伫神的面前拍开，伊讲上帝，你家己看，你家己看，伊予神家己看咧。伫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五到第十六节，来咱来看。希西家样向耶和华祈祷讲：，借伫两个基罗伯顶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把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切耳而听，耶和华求你开目而看，欲听施拿之力采伐使者来辱骂应是神的话咧。结果神就听到希西家的祈祷，就派一个使者来到亚述大军的当中，一面之间，在这个营亚述的营里边，杀了偌济人，185,000人呢。所以当时亚述王，伊就施拿之力，伊就垂头丧气，哎呀，回去家己的国家去了。所以你看，希西王讲什么？伊讲神是坐在这里。基路伯顶面的耶和华咧，意思是神是真正威严的，并且是有一位有权能的神咧。伊明白的神是啥物？万国的神咧，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咧，伊是听祈祷的神咧，神是看会到的神咧。阿门。你明白的神，又果是一位安怎样的神咧？你会知影无？耶稣有超过200几个名号。你可以认八几个呢？神的羔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光和平的王，救世主，创造主，救赎主，永恒主，够什么？并且耶和华的怎样？咱的福建主会不讲过耶和华上帝七个名，你可以记未？来，咱来看，伊的名是耶和华以勒，就是咱人的准备。还有什么呢？耶和华拉法就是医治那人的。还有什么？耶和华尼西就是那人的旌旗胜利。耶和华撒龙是什么？属平安的神。耶和华诺伊是什么？让人的牧者。还有什么？齐格努就是让人的记。还有一个第七个就是耶和华撒玛，就是让人的所在。也就是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主耶和华时刻跟我们同在的神，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你可以记得。所以当我们去寻求神，神就会如明白你，你如去寻求，你就如明白你，所以我们的心就是什么？如来如坚定。
亲像咱即久伫教会鼓励咱人，即个最近十四天会禁食祈祷，你有做无？你有禁食其中一个方法无？头早我放互大家看的，你有禁食其中一个方法无？你有禁食食物，还是禁食一跩你真正需要的物件无？你有用了一段的时间来禁食祈祷来寻求神无？你有忠心尽责任做到上好无？我跟你讲，你有可能你有真正做，以这个理由不方便做，但是我还是爱鼓励你。那是你伫过去这五天内边，你无有禁食祈祷的，好不好？对今仔日开始，咱最近来禁食，最近来祈祷，寻求神，好不好？用着你上适合的方法来禁食祈祷，做一个忠心尽责任做到上好寻求神的人。阿门。所以咱爱好，咱家己甩动力，就是爱做做去寻求神、认捌神，以至到让人的信心有材料更加坚定。拄着事的时候，咱人也亲像希西家那款，咱人会晓来去寻求咱人的神。并且伫信仰内边，咱讲到这个保罗，伊也是真正对神真正忠心。你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人应当为个人为。人应当以个人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伊管家的，是必有忠心的。道讲了什么？忠心的。保罗自从蒙召归主之后，伊就四处去传福音，伊就去旅行，去传福音来建立教会。在这个过程内边，伊一面传福音，一面起教会，好真正侪人听到这个福音，因此为信徒咧开始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论断保罗是用这个诡计来拔掉人的心的。面对论断，保罗安怎呢？伊无有丧气，无有停止伊传福音的步伐。伊将这段论断看为什么？真正水，真正水的事。伊知影，神向伊所爱的只是忠心，因此伊只是忠心、尽责任，而来去传福音，来去建立教会，忠心做到上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合适的，这句我们要来向希西家合适的头一个功课，就是寻求神的人凡事都会尽心尽责任，忠心尽责任做到最好。希西家打开圣殿的门，洁净圣殿，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忠心尽责任做到最好。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功课是尽心尽力去办事，凡事行通。当然，我的经文第二代之下讲的希西家是以色列国一个伟大的王，伊伟大是在伊忠心顺神，神真正祝福加尊重伊，神借着伊伫将以色列人带到当伊的面前，所以伫这个圣经内边，和希西家有真正大的评价。当然，我的代之下三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希西家伫犹大片地安尼款的办理。行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伊所做的，无论是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的神，拢是尽心去做，未无行通。咱真正做时候，咱想讲我靠神，就是咱人啥物拢免做，这个是错的。头先咱看到，希西家祈祷神，神就派使者将这个亚述大军打败。但是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希西家已经做了真正多事。在历史里面真正出名的就是希西家去做这个地下里面一个水的道。来，我们来看这个图片。希西家所做的水道是古代工程里面杰出的成就。这个水道就是对这个你看在这个荧幕的正手边的这个积顺前里头，过一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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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点就是水，伊挖地下的这个地吼。做一条水来到这个西罗亚池，就是多球瓶的话，伊全长吼是啥物？533米咧。你看伫古代点啥？安尼看做一个水道吼，可以水对这个积顺前流到西罗亚池，是真正大的工作。并且这个考古学家伊来伫这个水道内边吼，伊来知影伫几六尺。你要伫咧挖的这个水道边吼，伊会有伫这个半迄刀，伊边一刀有刻了一个
古希伯来文的字，一部分的内容是讲什么？以下避开这个通道的方法，是每一个人用葡萄向东半的方面来嚼咧，各差五尺就嚼穿了。听到有人呼喊东半的声，因为这个石碗左边甲正边，一人爱对正，靠一个拍开来通咧。结果有人对正点声，一人就通去这个水道。所以由这道来看咧，你知影。这个水道就是对两边叫叫叫叫到中间的声，一人来配合。这个才是这个工程里面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来来看另外一张这个水道，你看，也水道就是这样看咯，哎喂喂。来，你过来看另外一张，这个是弯正边对倒边去，另外一张是倒边对正边去。所以你看，这个水道不是直的，是弯来弯去的，到当时那是用葡萄给站出来的。所以你看，会艰苦呗。伊就为着防备这个位，伊为啥会水泉吼、水源哦断绝吼？所以希西家先踢掉城外，而且军队水源接掉吼，将这个水源改引到伊个城下卡。所以这个就是考古学家真正有名的希西家水道。评价这水道的尽头就是啥物咧？就是希罗亚池。来，你来看另外一个图片，伊个尽头就是来到这个地。我跟你讲哦，这个地哦，就是在2000年前，耶稣吩咐一位痴迷的哦，来去洗目睭的地嘞。一直洗的看东边，就是看到光明。所以希罗亚池也是痴迷神迹对望伊的地方啦。其实佮做这个水道的目的，伊是甚物呢？因为卖好这个敌人来啉，伊家己的城内边有充足的水源，也知影这个。贪得无厌的这个亚述王吼，希拉之之力，伊会攻击来这个犹大国，伊是了先做这个地对的这个水源呐，就是表示有这个智慧搞这个军事的这个政策，伊踢掉这个耶路撒冷外边的水，流到伊的家己地下一道。啊，你看当这个亚述的人要来开拍伊国家的点啥，伊人敌人无水通啉，但是伊家己的水却是充足，所以你看伊国家。建加建吼，伊个城来抵挡即个敌人，并且予伊百姓得到保护。来，咱来看《历代志下》32:5-7，伊是个力图自强，就收着所有铁派个城甲墙，关甲城楼上边伫城外，搁做一个城，经过大卫城个米罗，这米罗是又关又大个一个塔。借做了真正侪兵器、盾牌，设立军长来管理百姓，将伊人召集伫城门一块所在，用话激励伊人讲：“你人当刚强壮胆，莫因亚述王甲军队伊大军行遐错，因为卡那人同在，比家人同在搁较大。所以你看，伊就不单只是来做啥，并且伊搁用这个话来鼓励着伊个人。”你知影，伊伫即个城的外边做了一个城，是叫做跨的墙。伊的工程是跨的墙，高27尺，跨23尺咧。你看，伊伫即个城的外边，佫做个一个跨墙咧，来保护伊的城，甲保护伊的人民。所以，其实佮伊做即个防卫了，伊佫制作真正侪甚物？头先先跟讲了甚物？做真正侪的即个武器甲盾牌咧，并且伊鼓励伊的兵讲。咱人免惊，因为啥物咧？加拿人同在比加人同在啥物搁较大咧。所以你看，当希西家伫敌人大军要来占领咱所在时候咧，伊个心是瓦苦也好啊。伊个手甲伊个嘴啥物无停着哦。伊安怎样咧？伊可是伫咧做这个工，伫咧紧紧做这个工，所以挖这个水个道啦，做这个墙啦啥。所以圣经就讲了啥物？其实，佮无论做甚物款的事，拢是甚物尽心尽力的来去做。我相信，这个就是神求人的特色。咱那个神是威严的，是完美的，是全能的。神求的人，马来西亚清清菜菜的，对不对？所以圣经讲甚物？第二代志下31:21，凡伊所做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戒命，是寻求伊个神呢，拢是尽心去做，未无轻通。
其实个拢是尽心去做，这个真正重要啊！尽心尽性去做，真正重要。真正做的时候，咱阿爷是哎呀，凡事拢行通顺利。但是神爱咱人是啥物？尽心也来去做。等咱尽心尽性做的时候，神就做咱人无材料做诶，咱人就材料啥物？凡事行通啦。我过去伫等我伫这个教会内边，刚刚一日开始做福建每日灵修三分钟的定位，点啥？每一节爱也这定位来讲新的话句三分钟来鼓励。迄句话点啥？我伫咧做点啥？哇，我真正欢喜。但是做了几年之后吼，我会感觉淡薄亚线，因为每一节爱也定位录音三分钟讲句话，和咱来回友来去听。做久了你就闲了，平常出国过来做，大日大日来做咧。无休息咧，过年啊做，一年365日，逐日来做，做到亚线。即、這个亲像咱所讲的头兴兴，尾零零啊，真正想要放弃，卖做了，卖做了。迄句的负责人是陈汉熙牧师，我讲牧师啊，你找别人做，我卖做了，亚线了啊。但是伊鼓励我咧，伊讲，即、這个是服侍上帝上好的事。你录即个电话是可以做未晓字的安哥安弟啦。有了年纪的老人家来听的，对人是真正大的帮助。这个是一个上帝祝福，让你会通来服侍有需要的人。所以等于从我听来点声，嗯，也是有理由。并且陈汉熙牧师伊个自迄阵伊是牧师啊，伊个什么，甲讲哎，咱人爱做，不单只是做，咱来个什么，尽心尽力来去做。所以伫迄点声，我听到伊讲起，我确定讲是啊。等咱人寻求神服侍神的点声，咱人就是什么？用心尽责任来去做，每一日，一年365日，无论你倒落，咱咱本来做，并且做一点啥，咱咱继续是咩？尽心尽力去做。所以伫迄点啥，我就甲牧师讲讲好啦，安尼看我就继续做落去啦。所以做到即久10多年了，我每一日，咱咱不是尽咱的心，用心也来去做，即个每日灵修三分钟。所以感谢主，当你伫咧录音的点啥，你会知影。当地咧听的人，伊人得着做酒点声，你真正欢喜。并且即久，咱人做这录音，会帮助着真正侪有需要的人。所以讲，咱人基督徒做事是毋是啥物？爱认真对唔对？毋是轻轻菜菜吼。因为咱来神是啥物？伟大的神，完美的神。咱人所做的事咧，咱人必须才到啥物？代表咱来神，是毋是安尼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赐给咱人有信心。咱人卖去看人，卖去看环境。咱人只是咪继续个寻求咱个心，继续个忠心尽责任做咱应该做个，尽心尽力来去做。安尼看，咱人就有才了，得着咱个名定。并且上帝名定是爱祝福咱人个。即个咱人爱来看即个圣经在第几篇来写，在第6章讲了啥物？即个是讲人非有神就不能得着上帝，就是神个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个人。必须什么？相信有神呐、啊，并且相信你所属迄个寻求伊的人。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神爱来祝福人的。当你也是伫咧服来当心，忠心来服侍点声，你会使见证着这个上帝何那人的祝福。你看约书亚，伊一心追求上帝喜悦，对神充满有信心的人，伊面对环境。伊面对这么多挑战，但是伊并无停留在这个什么环境内边咧。伊仍然是越过这个环境哦，透过上帝来看上帝的这个祝福的应允，并且相信，即便出于神的话哦，伊必定会赢的，必然会得胜的。所以神就想其他的也好将那人，卖看这个病情。哎呀，我是不是会得到这个冠状病毒的病啊？哎呀，那是讲无病，我有可能也挡袂过了啦。经济安尼无好，收入安尼少，钱无够用。哎呀，健康也无像古早，你看那老了啦，脚巴只酸，脚疼啦。去教会，哎呀，天时遐尼热，哎呀，个天乌乌咯。卖看环境，那人真的是爱来寻求神，爱来忠心尽责任，那人来去。对咱的心，因为安怎，咱人尽百心，凭借咱尽心尽力做上帝爱咱人做的工啦。所以你看，到最后点声，
约书亚接受上帝的呼召，接受上帝的应允，信靠神救甲神同行的时候咧，伊安怎咧？伊就尽心尽力的什么去做事啦？伊就凡事亨通，伊就才了带领百姓什么过这个约旦河。阿门。所以这句话跟大家讲，那总结就是讲，希西结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王，伊无有缺点，当然有啦。但是伊的缺点吼，大大的加砍了，比加砍了，因为什么？伊所好的优点，大大砍过伊的缺点。所以因此，伊这位头家书，伊就是整顿，就是爱做好对耶和华的敬拜，伊要除掉一切的偶像，伊要邀请已经亡国的国民。都登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然后就是伊个政治个建设，伊个军事个行动，即跩伊拢帮上帝祝福，并且有主个恩典伫当中。所以这位寻求神个人，凡事拢个啥物呢？尽心尽责任做到上好，因为伊会认捌神。那人要向希西结合适第二个功课是尽心尽力去办事。以得凡事亨通，弟兄姊妹，咱人真的是爱做做合适，时时刻尽心而来办事。凡事咱人拢要来寻求咱人的心，咱人要来敬拜神，以及咱人有材料亲像时时刻安尼款，做做会领受神的稳定。咱人所做的事，一切拢有材料蒙神的悦纳。阿门。所以今仔日。等那人真的爱寻求神的点声，你试过没？你是不是问你家己？你是不是有真的忠心、尽责任做到上好呢？当上帝呼召你来去服侍，开始呼召你做一件事的点声，你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而来去做？这个是你家己会知影的。咱来亲像希西结安尼款。虽然当伊伫咧做王的点声，环境真正恶劣，但是伊个是忠心、尽责任、尽心尽力去做个上好，一生去清理、压杀一切的偶像。伫圣殿内边，伊洁净圣殿，带领人都登来圣殿敬拜，并且伊个组织。这些失散的家民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一位寻求人、寻求这个神的人所做的事。在当中，我相信有可能头一次来看咱的线上福建，咱这个福建线上聚会的新朋友，可是你已经来了几若摆，但是你还未接受耶稣的人，今仔日欺骗信息，你莫想讲。我只是对咱来去读读讲的，但是要跟你讲，你还未接受耶稣，这句话烧香是咧跟人讲。当咱人会寻求神的人，咱人就会来到中心尽责任，做到上好。因为安怎咧？咱人会来敬拜耐心，凭借咱人爱尽心尽意的来去做事呢，是因为神和咱来应允，神和咱来祝福，和咱来在什么咧？凡事亨通，就是凡事顺顺利利。所以今天你来参加这个主会，不是偶然的，是上帝拣选的时间，让你来参加的。因为跟你说，寻求神的人是会灵不信。所以我等一下，我会带领你来信耶稣。也等我在这里带领你信耶稣的点声，我会一句一句会带领你说，你就用你的心里面话来对我讲，有可能这句你的心里面想，牧师，我没得头一次，确实没得来参加几哪拜，你要叫我接受耶稣，等我去调查一下，等我去问一下，等我去看一下，基督教耶稣，耶和华上帝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跟你信耶稣，我跟你说，圣经跟咱人说，那是你的信心，亲像盖柴种子安尼款，你的信心就出来峨山，
就是讲，只要你有信心，你来敬拜那个耶稣，那个耶稣伊就会彰显你家己，互你知影，伊是一位伟大、怜悯、恩典的上帝。我以《圣经》来鼓励你，《罗马书》十章第九到第十节。你若嘴内边认耶稣为主，心内边相信神叫伊对死来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内边相信，就会通称义；嘴内边承认，就会通得救。这道讲到，即便你系嘴认耶稣为主，心内相信神是叫伊对死来复活，你就必然会得救。因为人心内边相信，你就会通称为一个义人；嘴承认，你就通得救。所以无等你等我断了，你接受耶稣的基督的点声。你只要心来相信，吹圣灵，你就能得救，会能成为一个基督人了。所以等下我在锻炼这段新朋友在做这个基督的点声，有可能你必须有一些邀请你来最近看这个线上的这个主会朋友，那是有的，我们到底应该做人讲这个基督。因为当你在讲的点声，也好这些新朋友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所以不好这点声你先看着眼睛阿里头，我要来锻炼你做这个祈祷，并且你先用着你的心来讲，等我锻炼点声，你就一句一句来对我讲。咱来讲，亲爱主耶稣，爱记你这句是用你心灵来讲，不是只是用嘴头话来讲。来，咱来讲一摆。亲爱主耶稣，感谢你对我的爱，我承认我是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今天我要归向主耶稣，求主进入我的心，做我的主，做我的王。感谢主耶稣，安尼祈祷是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好了，这句你继续的按你头看的目睭，我要知影当中头早上对我做这个祈祷，以这句我要给你一个家己甲上帝回应的时间。以这个回应是你甲上帝所讲的，这个不是任何一个人会使代表你讲的，不是讲牧师锻炼我这个祈祷，我来接受耶稣了，无。我可是要你来自己亲自的来回应，以这个回应真的简单，你只是说上帝啊，让我经历你，你只要说上帝啊，让我经历你，这一句话你就来接受耶稣了。当然我算三声，三声之后你自己跟上帝说，这个无人有才能代表你说的，只有你自己真心要来接受耶稣你说的。如果算到三点声，头早无对我做这祈祷的，但是这句的心内边有感动，想要来接受耶稣的，同款的。等我身后三，你也使安尼讲，上帝啊，让我经历你，表示你要来接受耶稣。当我身三声，你讲了这句话，点声，我要来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祈祷。来，我算了，我身后三，你家己来回应。主啊，让我经历你，我算了，一、二、三。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当中今天有人来接受耶稣。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的心中，让他们来彰显到上帝对他人的疼痛。主啊，我知道当他们今天接受耶稣，头前的道路也不够再受伤了，因为主的引导，因为主的祝福，他们才能经历上帝的大爱。所以主来大大的祝福他们头前的道路，让他们心心灵都有喜乐，海人拢有平安，安尼款来为了一撮红家弟弟兄姊妹来祈祷，是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是啦，感谢阿罗主。即个咧在开咧目睭头夹起来了，我要来恭喜你。那是头早你讲主啊，好，我今日你来接受耶稣，我要来恭喜你。你已经是上帝家的，伫咱人心里出来一份资料。伊伫即个屏幕上，我需要你来去回应即个表格。你填落咧资料。我们教会有同工有牧师会来教好你，因为安怎呢？今仔日你接受耶稣，伫属灵内边你是属于一个什么 baby 啦？是属灵内边的一个阿公阿姨，阿公阿姨无材料，家己一个人过生活，伊需要有
家人的陪伴，但到庭行。所以我们坚信敬神教会真的欢喜成为你属灵的家庭。当你来到这个完整之道来去回应的点声，我们就会有同工牧师靠好你，并且给你做安排，然后陪我你行这条属灵的道路。阿们，你才来去回应。但是在这个点声，我们是来做一个服侍。当头早我们说到我们寻求神的人，我们要安怎样做到中心尽责任做到最好呢？我们要安怎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呢？第二，我们要来尽心尽力去做事，以及让我们有材料凡事行动呢？我跟你说，有可能只过点声，你已经离上帝愈来愈远，因为你没来去敬拜你。亲像我头早所说的，你和这个外边世界问题困难围绕着你了，你已经渐渐失去上帝，你已经渐渐放弃亲近上帝，放弃寻求神。所以无这点声，我们都回来，来到上帝面前。无论即久你面对的困难，你的烦恼有偌大，我还跟你讲，咱的上帝，咱人的主耶稣圣灵，比外边任何的事拢更加大。你莫将这个问题看大过于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伊比任何的问题更大，爱记爱千万的记。但是咱来唱这条诗歌，因为伊是迄一位信实的上帝，你只要安静伫上帝面前，将你问题交予伊，伊必定替你解决。只要你专心专意而来寻求伊，伊必定有伊的方法甲你摆平。所以无论即久你的心已经刚硬离弃神的人，也感觉好，你伫咧听这边信息，我过一摆甲你讲，今仔的信息是上帝对你讲，是上帝爱你听的，是上帝甲你讲，你要做一个寻求神的人。最后，当克莱伫咧带领咱唱这诗歌的点声，咱安静咱的心，将你的问题，一切一切的问题，交托给咱的上帝，因为伊比世间任何的物件搁较大。来，即久咱安静咱的心来唱这诗歌。我的心安静地里。边境，我的灵天后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的灵天后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好不好？头先当 Clare 伫咧笑点声，我真个感动。无论你即久伫任何的所在，你会使跪落来，你就跪落来。确实，你会使选择徛掉，还是坐掉，你家己的方便。因为伊是迄一位信实的上帝，伊是胜过外边一切困难的上帝。当你成为一个寻求神的人，好不好？等一个 Clare 会搁再笑个一摆。那咱就真的专心来到上帝面前，那咱变来敬拜伊是迄一位伟大的神，好不好？过一摆来到上帝面前，那咱过来唱这条诗歌，伊是信实的上帝。我的心。
静地里平静，怀里天好爹里也想，我的心安静地里平静，怀里天好爹里也想，我的薄家心锁定，放落家己，予你依存。你是神圣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亲爱的上帝天父，愿我们今天成为一位寻求神的人，让我们有材料尽心尽责任做到最好，因为我们敬拜你。主要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安弟有材料尽心尽力的来办事，以致教会人凡事都行通，亲像这个诗歌所说的，愿主的旨意运行在我们当中，让你的旨意会通成就。各位和安弟弟兄姊妹，咱今仔日千万卖予咱个心刚硬落来，咱若卖拄着神予咱个命令，甲神个指示，咱若卖对今仔日所听到个道无感动，当圣灵伫心中感动你个点声，咱若的确会要做出即个回应，那是无就是伫咧消灭圣灵个感动了。当神伫咱个心中做工个时候，咱若爱珍惜即跩机会。咱来要感受到上帝对咱人的疼痛，甲对咱人的关怀。咱来卖等到这个机会超期了，咱来卡来后悔。好，咱人有才了，骨力的来伫咧追求神，唔只是满意伊，咱人只是得救。咱来卖只是停留伫这个得救的阶段，因为神为咱所预备的是上好甲上丰富的。伊要咱人向头前行，咱人要来继续来寻求伊。伊要带领咱人去到更加高的所在，予咱来人生会更加得到伊的祝福，更加平稳，予咱来凡事拢会通行通。予神在咱的生命中来工作，引传咱人，将咱的手伸予咱的上帝。主持过来祝福每一个人个安天地下之平。让我们的心心灵都有耶稣的感动，让人放手给上帝抓，让人知道上帝的旨意必然在我们心中来成就。主管神的话语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在我们思想里面会知道，让我们眼睛会开，让我们耳朵会听，会通活出今天的信息要教导的人，成为一位寻求神的人。主要为着安家安弟来祈祷，来祝福伊人心心灵灵健壮，心心灵拢喜乐，让咱知影那个神比外边个更加大。
主来祝福伊人，愿咱伫上帝面前蒙恩蒙福。啊，你看咧，祝福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是啦，感谢俄罗斯，来，咱来拍掌，是啦，感谢俄罗斯。今仔日的信息，今仔日的信息已经讲完了啦。那是讲来讲，继续下礼拜来听。所以感谢你今仔日跟咱最近来参加这个福建线上聚会，爱记得下拜六2:30，2:30，邀请要听福建的亲戚朋友来看咱那个什么线上的这个什么线上的福建聚会。下礼拜是咱人现场的聚会，所以那是鼓励你会使来现场的，咱人就来吼，麦克在讲什么？天是兄弟大，日头兄弟大，麦克何遮做借口？要麦克天乌乌，阿伯落雨，还是麦克何遮做借口？下礼拜鼓励你来现场参加，那是真的你无材料来现场参加的，咱人继续在这个线上来看这个线上聚会，阿门。上帝祝福你，妈妈，咱下礼拜再见，拜拜。